有10000块了，再烧2天应该差不多够了。哦，那有机会修水泥路了啊！是啊，哎呀，想想都开心。对呀、啊，水出来了。停！下手，下手，下手！咋回事啊？哎呀，收过路费啊！戴老板，过来一下。怎么，你们村霸啊？不是村霸，我们收费修公路。修水泥路。是啊。修这一条啊，你开车也好一点，方便。等以后我们修好了，你这个亮辣辣的车开过来，也不会有泥巴，那不是亮辣辣吗？对呀，亮辣辣。我没听说过过路要收钱的。现在听说了呗？那你想不想过？你们村叫上面中央上面拨款下来，你们村自己捐点款就可以修了嘛？为什么要我们过路的人修呢？捐了还差一点，差一点点缺口。哎，通融一下嘛，差一点点缺口也不应该要我们过路了。那以后想不想走这条路？我以前过这么多次，我都没有修。那以前是没有修，现在要修了。你走这条路就要收，你不走这条路，你退回去，我们不收你了。是啊，可以，给不给钱？不给退回去。是啊，你们村子怎么搞了这个风向这样啊？我跟你们村长说。那没办法，你现在想过去给钱？过去要多少钱？500。500啊！你这个车那么亮。那以后修好了，那最有意的就是你了。对呀、啊，过一次500啊，以后就不用了，就一次，就上一次而已。对，还不如去抢，真的是。哎、就一次嘛，修路造福后代，造福所有人呐、啊。啰里了吧嗦干嘛？你够不够？就你人都给了，不过你退回去。就是了，三高，开那么亮的车，钱给你吧，我赶时间了，等下我找你们村长去。500，你找也没用。拿开，拿开，拿开这些东西。你要三狗四狗都给500了，写个发票没？发票。写。写发票，写发票。写一下，写一下。这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大飞。啊，大飞。我们是正规的，有发票了。没见过。一样的，不是单人收你的。嗯，拜。把那个东西撤过那边去，我过不了啊。过来，过来。过来一下。快点啊！然后我们还要继续烧了。老板，再见！欢迎下次。按这个速度也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过了半个钟了，都没人，没人。现在人少，不好找啊，这条路。干嘛了？啊，跟魏兄弟想打架啊？哎呦，疼死我了！怎么说打架？怎么回事？你来这干嘛？我们要修这条路。收费，收费，我们没收。那没村的没收费，怎么来到你们这里要收费的？这条路是我们村开的，肯定收费啊！开什么玩笑？我们要修路，收费修路。你帮忙开过干活没有？我们那没村从来都不要收钱、啊。那是你们村，那你现在找的是我们村。对，200。你有本事飞的飞过去啊！200啊！你给不来，你想怎么样？喂，要给200块，不给你走回去。哎，四哥，你看这里都你们村也有人交了，很多人你们那边这么多人交你不交？哪有这样搞的？等一下告到你们村长那里去，硬讲不行的。没事啦，哎，给个手续吧。手续叫什么名字？什么名字？老牛，主要是要修水泥路，知道吧？老牛，落官200。哎呀，你修好了以后，你走路那脚也不会有泥呀。是给他。你们在这里就等于拦路抢劫一样，你知不知道？违法的，滚开！这个专款懂不懂？那么多废话，过来过来！哎呀，不要！刚才谁交了？签个名。哎呀，积功德，积功德啊！哎呀，积什么功德？哼！这种人那么粗暴，早知道收他300。哎，林队长，来，干嘛呀？你们怎么拦这个主？收过路费。过路费，修大路。积功德，来，你不要给钱去，没钱，没钱你也不用过，怎么回事啊？来动我的包？那你想不想过？你们是来抢劫的吧？不是抢劫的，是收过路费，积功德，积什么功德？我在别的都没听说，就是来到你们这里是说，听我说先，修公路，积功德，造福子孙后代。那你想不想嘛？那个这种说法，那肯定有。那你修这条水泥路，你看到没有？你们几个欺人太甚了，欺负我一个弱女子，欺负你不给我过？怎么欺负我？走路了，我就站在这里不过了。不过，你要不过你在这里，啥烂呀？你不过不过，村长公园就这里了，就是这里一个人。村长，你看怎么了？谁是村长？你说什么？在这里。哎呀，我们也是为我们的村子路烧一点点钱。
那个钱好还不得高不高？你看看啊，刚刚来是啊，是他们收的吗？收了我500，收了我200，有票据吗？那票据刚才放在车上了。哦，村长，你评评理吧，我从这经过，什么意思？怎么还拦着我？那我们就这条路还缺一点经费，那我们就收一点钱，就搞缺点经费，你们赏识一点。手抽两包烟都行了，不是这样走啊？这条路要不是我们自己走，他们也走，他们也该出钱。你也走这条路，走归走啊，别人开的车，开摩托车，现在的有钱多有钱，你知道吧？谁叫你这个摩托车？现在8块多一双，已经包括养路费在里面，你收别人的钱就是不对。谁叫你申请那个费用，老是不下来。本来这样就不对嘛！你们什么不对啊？搞这个，那你私自啊，自己要私自来交。你私自收那不行，包括那个3级路、2级路，现在都撤掉了收费站，你们在村路收费，像什么体统？我们心急啊！问题这件事我们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你们村路就路了，我们也申请就上一期了，没有拨款，到下个月拨款到位了，你们都。够修这条路了，如果再一点不够的话，你们村民也要实际一点。你不收每一分每一块，就靠上一期，是不是？是，我们也是心急了一点。要他们搞到这里了，就找我们钻，我们也觉得没面。对呀、啊，心急归心急，以后不能这样搞了、啊。知道了。哎，不收了，不收。哎，不收就算了。那你把那个牌。撤掉，写出来，到时候立个碑在这里。哦，这样可以啊。捐多少，是不是？要注意了啊！对不起了，小美女啊！哎呀，后来他们说不说你，反正是搞坏我们村的名声。